陸軍部隊兵分多路出發，在警車開路之下前往中環軍營，全副武裝的步兵、裝甲兵和特種兵衝上直升機遊繩到預定地點。在維港巡邏編隊上面的解放軍荷槍實彈，在甲板準備執行突擊檢查船隻。今次的聯合行動集合了駐港解放軍、海、陸、空三軍官兵，整個演習歷時3小時，以提高駐軍聯合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。 WOW TV 雷智毅報導。